剑湖三世界，不过那么久没来，这次来呢就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对，这次我们来呢是剑湖三世界的电火节。好，什么叫电火节？什么叫电火节？这是苏贞昌才在这边哦，球球球，还是电火球？没有电火节就是取台语等会，对，代表呢除了白天可以来到这边玩之外呢，晚上也可以到这里玩。礼拜六、礼拜天呢，也就是放假日的时候呢，不再是只有白天可以到游乐园玩。所以大家今天看完校园特工队，觉得很好玩的话，下礼拜六日就可以来这边玩。让我们快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写字队请来了高挑美女李妙丽，以及活泼的宗馨妮，还有小马以及一八三 Club 的队长严兴书。而任务队则请来了全胜充满战斗力的聪聪和三人团体重塑少女组，还有最漂亮的殷勤和王湘怡。掌声欢迎！好，今天两队好好加油，一样优胜的队伍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接受吃的惩罚，也就是兔子大。主要的功能就是吧唧。所以今天我们的少年特工队，在大脚哈利这一关，每队派出一人，脚穿熊熊魔鬼专鞋，奋力往前跳起，将熊熊鞋粘在板子上。只要是最高分数的那一队就算获胜啦。男生女生分开计算哦，所以女生也要加油喽。大脚哈利。至少您也是记录的保持。
算了哦。来啦，听好音乐。
真的假的？你们不能这样玩，要不然会受伤。谁拿？好，来，等下你们派，你们派的要力嘛。我们这边来，每个人脚踢一下，贴到我的脚的就可以来。手，贴到我手来。贴到你的脚，快点！哎呀，我受伤了，我受伤了。小看这一五五，搞不好就过了。最后结尾。人夫队2-0获胜，来看下一关。在飞天潜艇这一关，两队各派出一人乘坐剑湖山赫赫有名的 G5， 在手拿一桶爆米花，在经过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只要爆米花剩余越多，分数就越高，最多爆米花的一堆就算获胜喽。
我整个嘴巴一直在整个用。言情书这一关对他来讲就跟回家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这一关会请他来？我每天的晚餐都是爆米花。不贵，你要再做美白了。刚刚下去的时候，我整个嘴巴就跟面鬼一样，一直。我跟大家讲，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吸一大口气，对。好，我们就这样啊。来，言情书的。过一桶啊，差不多嘛，实力相当啊。来，也对，差不多，现在差不多了。好，过一桶，还比他们多。过一桶，比他们多。看是不是差不多？两个人实力相当，对不对？真的好，所以呢，接下来再轮到下一组，再就位。你要保护我，爸爸！你要保护我，爸爸！快到转台。
该用安全气囊啊！我没有用安全气囊。有。那我分你五两。真好就飞了，真才好。出去了啊！你看，因为才好占优势。耶！哎，好像真的比较有效。哎，你看我根本顶不起来。耶！就是插在我没有安全气囊，因为它整个就是靠在上面，啊，我也是用力靠，可是靠不到。每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啊，对吗？对。身材好就有这个好处。我来了。哇！好，直接到直接。悉尼人真好，好像我们的队友刚好满。刚好。对了，刚好第二桶满，所以他算满两桶满哈。来，我们的这是第三桶。第三，第三，耶！一半一半一半，三桶半，三桶半，两桶半，两桶半，两桶半，这是第三桶，这是第三桶，两桶半，然后对你们的两桶满，好，所以我们现在只赢半桶而已哦，下一棒加油！好，我会怕哎。团队
会的新游戏啊，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让自己致命，致命哦，是致命。因为这个呼啦圈要行进过的是你的胯下，对，而重点是什么呢？你一定是要这样子跳才行，你不能这样子。好，所以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嘛，哈。好，所以男生可以自己选吗？这，那你后面就殷勤，他应该殷勤跟他。好，那你就你拍跟。好了，为了避嫌，认真一点了，没有，不是差非比差，好不好？来，一男，来，一男，一男，来来来，好，那我后面就是这个英伟，好，英伟后面是我，好，蒙健，蒙健，后面再来，后面，一直在，你后面，最后，哦，你最后，完，好，人不对，有五个，看你们可以过几个，好，好，加油啦，入库，少一第一个预备。本来准备好了，所以你们自己距离抓好了。
加油！加油！好嘞！第四个，第四个鱼雷，不过身就过。完全没跳，我们小黄完全没跳。天哪！刚刚到这边已经歪掉了。后来就滚偏，就是偏到旁边去了。其实有时候偏的感觉还不错。后面比较难用。好，我跟你讲，转过来，成龙掉头掉尾，来，好不好？你们到后面，我们来抢。人不对，你们只剩下最后一次了。如果这个再没过，是一分都没有，我们只要过一次就算获胜，好不好？所以呢，哦，也看到了。他们现在开始的战略有点改变了，也就是说呢，这个人的调度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第一位就是呢，踩那个大脚哈利最低标准的，哎，后来到240，我也到240，对，240，好好好，好了，加油了，唐同志，加油加油，努力一点，好不好？对，一直笑我们五个都不过。哎，你看一下他们家的位置，所以自己后面位置很大吗？我刚刚也是这个位置，我跟你讲。待会掉了你就知道。你刚刚后面都卡跟那个美少女卡在一起了。刚我已经发现很严重，这个呼啦圈美少女的丢呼啦圈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也派出我们这队的美少女来丢呼啦圈。好，好不好？我们派出许梦泽。你确定你的头衔没有错吗，美少女？我们要告诉你，没有，我们先示范，好，好不好？我们要示范什么叫正确的丢呼啦圈，示范了以后，好，来，准备哦，不要丢我的，后面准备哦，好嘞，速度要够快才能够到后面，来，预备，开始，来，准备。范围撞墙壁才不行了，你最后一个歪歪更多，你会抓不到啦。那我前面，这样不行不行，你刚你跟林佑利换，你跟林佑利换，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好，所以呢，第一个一样算是失败了。来，失败，来，第二枚，预备 ，Go！我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一关不要灰心。如果你们私底下练习，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要不然这样啦，要不然这样，给你们一个机会啦。对，你们全队有没有这样肩搭肩？对。然后他滚，如果跳得过啊，就算一分。哎，肩搭肩的距离嘛，肩搭肩很危险，那手还是要稍微放一下。江总凯去，小姐，快点快点，手搭肩手搭肩，江总凯去，有没有站过壁的？手要搭肩，往前，要抓，一起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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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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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两秒七。队长，你的成绩，你的成绩超过我们前队。还好吧？原本这个呼啦圈是弱的，但香姨呢，她把它挡住，所以她是停在你的。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把水蜜桃硬掰成一半的感觉？可是你有跳过了。你有跳过好了，可是后面呢，硬把它卡，把它停住之后呢，就做到了。好啊，所以呢，事实证明呢，你们再怎么弄也不会得分。所以恭喜这一关由鞋子队获胜。在包子拳这一关，两队各派一人进行剪刀石头布的对抗。不过注意啦，这次可是要用脸部表情猜拳哦，而且输的人还要接受新的惩罚——电脸哦。什么？你们不懂？快去看看就知道喽。哇，全新包子拳，是的，我们呢任何的一个关节，甚至呢我们任何的一个小地方都可以拿来当游戏以及猜拳用。没错，我们今天着重的部分就在你的脸关，对你的脸，用你的脸去做剪刀石头布。来，我们一人做一个。没错，就是用脸部猜拳，将眼睛睁大，舌头伸出来就是剪刀，闭上眼睛嘟嘴，将整个脸都缩在一起是石头，张开眼睛和嘴巴就是布，这样你们懂了吗？所以我们派出的是肖曼，好，我们人不队派出的是王仁博。请那个做出你们最帅气的表情啊！来，听哨音乐，太太，你不要变脸哦。两台王仁博的表情，可以休息一下吧，赶快回来哟。所以我们派出的是肖曼，好，我们人不队派出的是王仁博。请那个做出你们最帅气的表情啊！来，听哨音乐，太太，你不要变脸哦。我觉得难过。出发是拉伸，拉伸。咔咔，小马，恭喜你是今天第一位品尝新惩罚的幸运儿哦。十秒，开始。Oh, my God.
已经弹出来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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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来了，是呀，不要不要快掉了，黄瘦回来了，黄瘦胜瘦瘦，两个人应该都是猜拳的高手，到底鹿是谁手呢？我们不知道，听哨音，预备，开始。难道长得长也是？好，来来，谢谢谢谢，第一声音，来，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好，来音乐，请第二遍。舌头比较长，他的没有，他会有一种病叫先天性伸舌头，对，没有症状，没有，但他这个绝对不是不能。我知道怎么治疗，我知道怎么治疗，怎么治疗？电疗，电疗，哎，你展现的太怕电疗，你知道吗？这个电疗为了要更有更好的功效，上下夹，直接夹舌头。我跟大家讲啊，因为我平常模仿你哦，你知道，他讲话的舌头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我如果是剪刀，我会，但我如果是布的话，我是。这样子吗？这个王叔伟，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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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惩罚了，惩罚好，惩罚王叔，我与你同在，谢谢。来，准备开始。头发都翘起来了，功效很好呢。我现在想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明明叫三二一，为什么他突然间？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其实这个游戏啊，就是说除了你自己本身要这个冷静之外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控制能力也要很好。哎，不是，可是啊，我在家里看电视节目啊。英奇去上其他节目都漂漂亮亮的，然后都很开心哦。啊，为什么每次到我们节目，每次我们拍出英奇啊，就一张丑瓜脸、愁眉苦脸？你让我们节目可不可以也漂漂亮亮的？再来一遍，再加一遍，一二三，漂亮，漂亮，一二三，丑脸。因为他初期刚来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叫郎金鹤的人会帮他。对，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人。退休了，退休了，郎金鹤退休了啦，退休了。你再来什么？退休了，退休了。但是有爱的力量，不是吗？什么？现在有爱的力量哦？是吗？算是有，算是有。他自己爆料了，有爱的力量哦。你来，你打给龙鹤，等一下不然红豆你来，你来。是啊，你竟然扛下。收集女来宾的习惯。不要再争了，其实他说的是我了。赢了，胜利！
挣扎的挣扎挣扎的石头。好一好一，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按照国际那个包尺权协会台湾冠华分会的那个规定，丑一就要出版。不行的，也是猜不出来。没有啦，你丑二哎，丑一丑一，你丑二。你不要这么气，你真的是丑二，你有可能再丑二，我跟你讲。好，停一停，再来一次，才刚丑一而已，丑一而已。不管。来，预备 ，Go！ 包子脆，包子脆，包子，包子脆脆脆。哎，林总，林总，林总，下一个音乐起，音乐起。包子脆，包子脆。许梦泽去陪人家了，你有问题。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狼先生，狼先生的狼先生。你们不要再吵了，小倩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啊？那我们最对的啦，每次跑去。来，你们这样子硬被拉上来哦，要不然一人一边好了。我觉得哈，负责不可能这样一人一边呐，所以还是两个人都两边啦。两个人都两边，对的。哎，我跟你讲，许梦泽，如果你再真的这样对他，他真的会现身哦。哇，太夸张！快，让我帮人家的头位，我要十秒啊。对啊，十一秒了。哎，那十秒好了，十秒好像这个数字比较好一点。脸是麻的，他心里是没有感觉的。哎，但我到现在还会有那种抽动的感觉。好痛啊！刚刚有没有尴尬？没有，很尴尬的。我只能说辛苦你，狼真的辛苦。可是接下来呢，又轮到我们两个。下一拳再平手就是被垫，对，有没有这样的？有限，有限。
我们是经历第一次，我们大家都在这边等着看哦。观众就喜欢看有竞争的感觉。对对对，好嘞，两个脸都先贴上好了，对吧？好，好嘞，预备，开始。包子脆，包子脆，包子脆，穿唱现场的就对了。哎，包子脆，包子脆，包子。每队各派出一男一女，两人乘坐恐怖的海神号，在海神号上下180度的摆荡之下，两人必须尽全力将手上的平衡式气球炸弹保持平衡，不然气球爆炸就算失败喽。好了，你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球中间下面呢有两个磁铁啊，现在目前是固定住这个球的，可是当开始的时候拿掉的时候它就会晃喽，所以你们自己要去平衡。先固定，现在我会把它让你们。现在你们设计的都好可怕，当场会爆掉，所以要小心。对，爆掉炸你。准备了，所以呢，你们等一下，你要跟他一起的。对对对对对。那你们要吗？我们没有，没有，我们赶快闪，赶快闪。好，接下去你们自己慢慢玩啊。好，准备了，第一组出发。现在王少伟这组准备要出发了。我想大会的游戏，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可以说是越来的清楚，因为呢，游戏可以说是越来的危险，也越来的可怕。像这个气球，他们呢直接就摆在越离你脸更近的地方呢，来威胁所有的来宾们。失败，接下来人不对，下一组请就位。你们的队友，没有，你们都是陪坐的，对不对？
错。我只想让我妈知道我有来上节目。准备要出发了，好，预备，出发！保持平衡，保持平衡。两位要上去要讲话哦。对，你要看着，你要看着，你要看着。我好痛！不要动，你怕可以，你不要动，好不好？看着，看着，看着。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别怕，你不要动，快点。小马还有宋希，这个过的几率是很高的，只要你们合作好。我不行哦，我平衡感差。没有要你动啊，没有动啊，你就完全放松。好，放松。然后他如果有一点不行，我跟你讲，一直以来玩这种游戏，我们一直跟你们来宾讲就是，你们不要想要干什么，对，你们就放松的交给旁边的男人，没错。你还没有另外一只手，有，你就念你的佛珠。没有，他是葡萄。好了，贼头，出发！看到没有？完全不会动，有没有看到？就一直保持这样子，手一直保持这样，不要动。畜生，谁把我吵醒了？对啊，是酒店，叫畜生他醒的。
色情的。什么东西啊？干什么？那麻烦你控制自己的色欲好不好？不要想要。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专心在比赛上手。哎，我看徐梦，你看那个表情多开心。哎，节目有多少受害者是在你的手上？对啊。而且刚我跟你讲哦，刚要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听到呢，有人开始称呼。来，请问一下徐梦泽，你们其他要怎么称呼徐梦泽？姐夫。你看，已经开始姐夫都叫出来了。弟妹，姐夫都出来了。好，加油啦！海神号正缓慢的启动，在整个启动的过程当中呢，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的平顺。就在这个时候，徐梦泽身边围绕的三个女生不断对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没到底徐梦泽会不会因为年轻气盛就非常容易让那颗球扑通的出来了呢？刺激啊，千万不要抓台哦。是完美的组合搭档，准备好了。希望呢，你们两个比的呢，其中一个要当假人哦。来，计时，预备，一分钟开始。两个是什么？哎呀，好轻松哦！哎，骑马，骆驼啊，骑马，马斯。哎，快点，
张继武，几个字？几个字你还要看？芭蕾舞者，几个字你还要看？牙医。模特儿，六个字啊，有名的模特儿，有名的加有名的就六个字，服装秀模特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快点快点，六个字，模特儿对了，五四我们这组告诉你答案是购物台模特，我们都猜对了，我们都猜对了。他刚不是在卖脐带血？不，你们他是小 S 啊，抱着肚子出来。没有，刚刚他都有那个打电话啊，最好是有六个字的职业啊，有一个框框啊。这个就是电路，越来难度越来越难，越来越高。到六个字，等一下他们有17个字的、啊，就是走在路上有人需要帮忙的服务者，这都有可能。好，所以你们这一组呢，一分钟只答对3题，所以不算过关。这3分呢也不计分，没错，好不好？所以接下来换人不对。我跟孟哲已经是老搭档了，对不对？上次我们就。我做你猜嘛，对啊，这次再加上相影一定 OK。如果再有输的情形，就是他代赛了。真的，好，1分钟5题啊，希望你们可以过半。预备，大家几个字？几个字？相关女郎，加油，加油，快快快快！救生员，几个字？几个字？三个是救生员，救生员算对吗？算对，下一题，太简单了，脚底按摩，太简单了，脚底按摩师，一定要加一个师是怎么样？那什么国标舞，国标舞，什么？歌仔戏，什么？歌仔戏演员。专注在我那个部分，对，因为相应演犯人太好了，而且你有那个刑事的案件的经验吗？没有的，因为他演他直接看到法官的直接，连那个情绪都演都有，他演得很棒。以前在林森北路被逮捕过，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他是在中山北路这边比较贵，不同家，可以，那你 high class， 好，所以呢，我们算过关了吧？天龙地虎配小马林佑利，全家最高的，我是最高的，我是我们全家最高的。那忘了跟你讲，林佑利是他们家最矮的。好办，好，开始。少伟培养默契，我们派出最会猜的王少伟。来了，1分钟答5题，听少一，预备，三个字。水泥工，搬运工，好厉害，快厉害啦！洗头师、洗头妹、剪发师、理发师，对了，交通警察、交警，裁判，答对，裁判，好，给您答对，给你火了，这个是，假人还会动啊？冰手万脚。超宇，超宇老师，快！
空服员，飞官，飞行警官，机场里面的，海关人员，海关人员。今天的这个搭配有点奇怪，因为平常我跟许梦哲完美搭配是我比他来猜，今天呢变成他比我猜。没有啊，因为你早晚你们这样子就男女配的，一定早晚是由他比，然后你来猜。没有啊，这里可能忽略，因为怎么讲就是许梦哲跟女孩子的这个默契会比较。我跟大家讲哦，许梦哲今天因为有这个红豆美少女，对不对？然后啊，许梦哲今天明明要戴帽子，他还要故意吹头发，想吹帅一点呢。摆明了一个浪费时间，对，因为我们明明录影时间就已经不够了，像大家都已经弄完了，他说啊帽子就拿下来，你再帮我吹一下头，然后吹完之后就站起来这样，然后又把它戴上，然后全部这到底是什么职业啊？那先你猜猜看吧。好，听哨音一分钟，预备，几个字哦？预备，三个字。假人来个吻，收假人，搜救犬，还叫假人吻？缉毒人员，他是缉毒犬，这哪是职业啊？你个老师嘞！对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动不动叫人家躺着？汽车维修员，修车员，快快快，四个字。假人在讲话，假人在讲话。相声人员，相声演员，加油！加油！加油！六，五六五十。其实是许梦哲眼睛有问题，因为他刚刚那个相声演员翻开的时候，明明相声已经亮在那了，可是许梦哲看了大概有五秒，才确定他是相声演员。没有，我现在想，我一时差点把相声演成副语。没有，但是我也要帮许梦哲说话，因为刚才我在看那个帮你举牌那个人，就叫阿良，他就是这样，然后你比对他就，快了，下一题，下一题，他就一直不敢笑。题还给人家翻到上一题，对，太过分。怎样？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节目与时俱进，好不好？对，啊，就是台湾人。知道你高不高？重点就是呢，他们只答对了四题。哎呀，这个你们的假人都很自动哎啊！不是，徐梦哲有一题我真的很难猜哎，徐梦哲一题就直接躺下，然后就把人家拉着躺下。不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徐梦一开始看我想说，哇，他干嘛一拉着？徐梦哲有问题，因为他动不动就一直叫红豆上躺下，对，一直叫躺下，而且他躺下的时候发现。这个不像车子的时候，徐梦哲不就车子？
对啊，而且每次红豆少女一躺下之后，他就站起来了。修车了，你干嘛躺在地上？修车不是都躺地上要修底盘呢？而且我们是来红豆他喜欢有酒窝的男生。那你有？评委喜欢有酒窝的男生。因为没过，对不对？嗯。没过可以垃圾哦。对。怎么刚刚没讲那个？我跟湘怡在怀疑。好了，你们去旁边慢慢吧。接下来轮到的又是鞋子队。耶。好。等一下，我们这一题也派出来也是厉害了。中中一题。可以说是两个团的团长，也是精神领袖，可以说是会非常的了解彼此团体最好的这个默契的两位成员。站在这边好有挑战的感觉。是。帅起来。一个就是183的团长袁行书。团长孙学正，对，前三代的前团长，对，蚂蚁，蚂蚁，你是团长吗？对，我是团长。三个团长，你真的是团长啊？真的是团长啊！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看我们学子队的表现了。有，在计时开打，四个字。没有，什么东西啊？晚点，晚点，晚点，晚点人员不能够打 pass 啦。晚点师傅，对，快，六个字，六个字，那第二题的六个字了，花式滑冰选手，对，好厉害哦，五个字，难的吧？他的角色不能讲话了，说他的角色，不可以讲话，五个字。不可以讲。花瓶。花瓶。助理主持人。助理主持人。没再够了，小马。四个字。我不爱讲赛了。试吃人员。哇，好棒的职业，我要当这职业。什么？寿司师傅。四个字，五个字，开过了还有，哪有三个还有？谁给你三个还有？还有，你就要赶紧画嘞！今天都过还是想说，哎，可以看，猜对了还有，猜对了还有，这个非常难，有人知道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来比，我来猜，我好，这怎么猜？这不可能啊！好，我尽量试试看。好，观众，你最后那两个字怎么猜？好，来来来，好，我试试看吧。他死掉了，他死了，没错，很好，比得很好，已经把他盖起来，还当下的人，哪有人？这没有啊，哎，没有，少了一个重点，少了一个重点，少了一个重点。好，五腿多梦。等一下啦，太难了，你们不能弄一个，不是，那个黄奕你先躺下，你根本就你们不能弄老板呢，哪有什么老板，我们刚才吸毒钱都有了，什么职业啊？等一下，我们到了职业啊，你们少拍遗照。好，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猜的人呢是虫虫，然后呢比的人是。上是有诀窍，比我个人非常的厉害。比呢，只要呢全身放软就好了，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躺下。你呢就是要配合，就是配，对，就配合我们的整个指示就可以了。OK， 好，来喽，一分钟，现在目前1-1，青少年预备，尽量比，尽量比啊！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导盲犬，三个，三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来，快快快，两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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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跳。僵僵尸道长，道长道长道长，漂亮漂亮。佛祖，江湖，柔道选手。这个是僵尸。另外一国的语言。是。还有另外一国的语言。几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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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讲另外一国语言。不不不，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单词。马豆魔。站长，你坐车是不是啊？不能这样。什么？魔。这车在这里啊。
你告诉我，怎么可以连英文都出来了？啊，我知道英文要怎么比，要这样。对呀，啊，你要连英文都讲出来了。没有，你那另外一国语言，你来个巴西语。对呀，啊，我跟你讲，总归一句，我们都不要再争了。其实是大会有问题。对，他出的这个题目呢，本来就是两边都太有争议性了。是。他现在就会提到欧西莫里神社。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因为这个节目行之有年，观众朋友都希望我们能够挑战更高境界。真的，对于你们这关哦，没有这种有好的表现，我们感到很惋惜。但是我们希望各种猜得出来，真是不容易。太厉害了！我们这个很厉害。头，我有拍照，我有拍照。好，所以恭喜这一关是人不对，二比一获胜。会用猜拳方式派出一人，乘坐恐怖的极速落体，由高空重力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往下掉落，手上还有本布丁，只要布丁没有掉落，稳稳的留在手上就算过关喽。啊，自由落体中布丁，我们要玩。是的，没有人想玩这个游戏。对，所以这关呢，我们用猜拳的来派出每一个队伍。别问这样特别啊，最赢的那个人错。好，就最赢的，最赢的错，你们先猜出来。别拆散他们两个了嘛，好不好？哎，三个，别，然后对上，公平，来剪刀石头布。哎，别让不了别人了，从来没有猜拳不想赢过的吧？对啊，好，来，换我呢。我还要玩最赢的吗？最赢的，我不是拳王，我不是拳王，我要输。我要，我跟你讲，我平常腿都很差。好，我今天最烂的，我要输，印堂都发黑了。好了，预备开始。今天哦，就赢得特别快，一把就赢。好，郑元振、王少伟，请准备，出发。明明有徐梦哲，我跟你同队四年嘞。那个是王少伟。好，郑元振、徐梦哲，出发。两个从来猜拳没有赢过的主角上台，现在底下一团乱。好，现在帽子先掉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上面的情形。飞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布丁飞太远了，这个时候没事。
机会。那我就避免说呢会打到自己，我就把它往外拍，然后就造就了所有同学头上都是固定。你要不要跟那些弟弟道歉一下？刚刚弟弟这里有一坨布在这里，在这里。哎，我发现好像面包店，好香哦。但我刚才他第一个下来，我都没有接到。许梦哲，你好恶心哦。哎，但是我跟你们讲啊，这真的很过瘾啊，跟大陆神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时间有限，赶快来派第二棒。所以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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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棒就赌大的，对，最惨最赢的那个就上去。来哦，剩下我们。剪刀手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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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哎，我赢，今天怎么那么，你平常都会赢的，来来，你们两个赢了，加油了。也就是说，如果英奇再赢的话，我们的梦者还有可能再上去一次，是这样。看他了，这个不行了啦。来来，英奇跟香香赢了，赢的上去，赢的输的，赢的最赢的。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来，剪刀石头布。赢了，对，你要上去。耶！你白痴啊！对，我赢了吗？你要上去。好，所以人头队派出的是英奇协助队，看一下。接下来轮到协助队了，我们这边就剩你们了。队长，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让林佑利讲讲话？因为他妈不知道他来上节目了。麻烦你讲一下剪刀石头布好不好？好，讲一下，讲一下。今天就可以上去了。来啊！我都不想猜赢，感觉对，而且很少那种赢的没有喜悦。剪刀石头布，输，哎呀，你输石头，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布，没有啊，没有啊，你输啊，你输布啊，麻烦你们四个，你们四个，剪刀石头布，输。想一下啊，赢了，他赢了，要赢，来，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好，加油了！我告诉你，其实呢，非常的简单。那一下去之后呢，你就盯着你的布丁，就接到了。要哭了。其实我很想帮你玩，这次我很想帮你玩，但是因为他没办法，我玩过的就不能再玩，所以就加油。加油，加油！但你不同队的，不同队，好不好？现在准备了，预备 ，Go！你现在要往好处想，因为你做完了，对，不用再猜了。知道吗？最可怕的是，因为你上去这边空镜被那个景色非常广大。不要再讲话了。来，英奇给个
好的表情，一二三。给关过来了。好，两组又失败，来，接下来继续猜拳。最赢的上去，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原因为你连做三次过，来，预备，剪刀石头布，好，我见到，上去了，轮到我们这边了。耶，队长，我们不用玩了，是吗？剩下你们几个？没有，剩下你们，你们四个，你们四个，我刚玩过，那好恐怖，你也要加入。搞笑活泼又奸诈的王仁甫呢，此刻已经收集了他那这个不正经的表情，是，哎，不要再抽动了，哎，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不要让我紧张的是你们底下的也很紧张，对，你们被这个流弹打到了，可怕，那同学一个布丁一个布丁的，我刚才看那个我们摄影师啊，叫翁哥有没有？他拍完之后，他现在把机器丢给我们，然后他全身那个脸都是布丁屑，很可惜。好了，待会你们，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会见到他落点放在翁哥的正头顶。最好是，我跟你讲，最好是一坨这样，直接这样盖上去这样做。阿良，阿姨，你看会不会害怕？很害怕。我原本想帮你做，可是你都已经靠上去了。不是，我讲我本来是不害怕的哦，但你看一下我这个。对，我也是很空哎。不用怕，不用怕，他这个你现在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上去之后他会更松。对，我会变这样。没有啦，上去他会锁紧了。好了，加油了，两位，预备，出发。好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蚂蚁跟王仁甫，现在已经缓缓的上升。所以说呢，今天也谢谢所有的来宾，然后同时呢，也要谢谢剑湖三十七。